睡美人，睡美人睡前彻底清洁肌肤，有不少女性朋友注重早晨起床之后洗脸，却忽视睡前洗脸这个重要的环节。夜晚正是身体滋补的最佳时机，急切寻找所需营养的补充，不要熬夜。古代养生家认为，吸皮肤细胞的调节功能就会受到影响。睡前一杯白开水，睡眠比作生命的源泉，只有好的睡眠才有美丽的存在，当失去了它，我们的美丽就会被别人盗走。美丽的女人要吃好饭，睡好觉，才能让美丽永驻，温暖人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llow TG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